现在呢，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火山泥肥皂。火山泥肥皂呢，它呢有这里吗？火山泥肥皂呢，它里面呢有什么成分呢？它里面也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，它也有我们的山竹啊，是这个这样的哈，这样的，它里面呢有这个苹果干细胞。那今天呢，我的女儿呢，她跟我说，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火山泥肥皂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最新的一个产品，这是我们刚刚拿回来，而已。然后我的女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呢，以前呢，因为她比年纪还小嘛，然后皮肤比较嫩，所以我一直给她用那个洗面奶，然后她皮肤呢经常过敏啊，因为可能那个太强了，那个化学的东西太强了，她皮肤就过敏，红红的哦，然后呢，就是有时候很干，经常会起皮的，很。我每次看到她那样子，我自己都很辛苦，就叫她进要去涂一点润肤的，她就不要，因为小孩子不想涂哦，我们没办法哦，而且呢，她经常用手搓这两个地方呢，这两个地方的皮肤那毛孔呢都有点粗粗的了。所以我一直很烦恼。那这个星期呢，我拿回了这个火山泥肥皂给他用之后，他非常开心。用第一天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地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的皮肤啊，现在很润呢，很舒服哎，也没有这样红红的。”然后今天呢，他就跟我说呢，他的毛孔啊，他给我看他的毛孔啊，也变小了啊。所以他跟我说：“你今天分享的话，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款这个火山泥。”这个苹果干细胞肥皂给大家，让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皮肤都变得漂亮哦。而且呢，如果家里有一些人有脸会长痘的人啊，也是来用我们这个干细胞肥皂，苹果干细胞肥皂呢，也都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这个痘痘的问题，还有这些斑点的问题，它都能帮助。而且呢，它是很小的这个分子来的，它会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，它有那个硬胶果油，有很多种营养类，还有葡萄，还有这个干细胞，还有火山泥啊，很多种营养在里面的，所以它会给我们细胞营养，让我们的皮肤变嫩，它可以说是我们的皮肤管家哦。所以这款肥皂我非常的棒，如果大家有用到的话，会很定会喜欢上它的。现在其实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这个肥皂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山竹果汁和这个，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，只要买我们一盒山竹果汁和一盒火山泥肥皂，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，以后你们都可以免费喝我们的长期的保健了。也就是说，公司会每天以0.08全部回到我们的口袋里面，你没有听说。这个我们公司用的这个是零加销售模式，这个外面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其他人很多公司的产品它都是跟别的厂家代理的，而我们是厂家直销，只有我们是厂家直销，我们才可以做得到这样子，别人做不到。如果返回来就亏本了，对不对？只因为我们是自产自销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到返回100%返回给我们，让我们长期的保健非常棒哦。所以如果要的朋友呢，可以跟我们的平台去联络啊，去赶紧去买给自己用和买给家人用，这两个都是我们的王牌产品哦。其实我们公司除了这两款产品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保健品。那今天呢，我也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其他的产品。其实我们每一种产品都非常优质哦。这山竹果汁它是适合于我们每个人，就是说抗氧化嘛，很多的问题都是氧化的问题，所以呢，适合于我们每个人，就算没有问题的人喝了也能够帮助我们健康。同时，